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丁导在指导店家要怎么样去递出冰淇淋。弟弟，姐姐，关了，放掉，不要给苏葡萄公主看。对，这里是他养的宠物，你先放回去。天哪，你把他的宠物杀生了。好，递给我的时候，记得你是一边是白色，一边是紫色。紫色就算看得到，就是好专业。一半一半，对，一半一半。哦，可是我就是刚好是左手，我就很难用。就是这样，紫色多一点，我觉得没有。然后紫色多一点可以，就是转过来刚刚好。对你这样，转过来刚刚好。对，这样刚刚好。每一个都很完美。可是我那我就不用挤，那不用放马卡龙。